啥事业。所以就是当刀甩出去之后，你把他的面具，对，嗯，下来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。孟总，谢谢啊。根本就不需要厮杀，直接就可以倒地的人，直接就可以倒地，我还去刺杀你干什么？帅气。是真刀，小心啊。有风的。五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可以了。感觉怎么样？那个打戏很有意思，就是因为感觉到在打架，可是都是假的。你觉得难吗？蛮难的，就是因为如果那个呼吸不没有不合，会危险。有一点就是那个刀，就是 是真的刀，可是不是尖的，有那种的真正的感觉，所以会演好一点的。因为我们刚刚在监视器看的，很好，真的很好。这种东西都是为了梦家，OK，offer 梦家，only for 梦家。